提交了一个题目，但是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我其实是在思考今天的这个主题，但我并没有真正的结论。那么今天上午呢，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讨论会，讲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然后呢，中午呢，我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 Adam Tooze 他来做了个讲座，但我miss掉，我没有去。那中午呢，我跟他见了个面，吃了个简单的午餐。那么，这个他讲的主题呢，他上午大概分享的主题就是他一贯倡导的，一贯这个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叫这个 polycrisis 啊，一个全球的这个危机。那么今天下午嘛，我们讨论这个这个 multipolar growth 是吧？这个全球增长，所以我觉得这可以串起来。所以呢，我想时间很短，然后呢，我又希望不要忘记我大概想说什么，我就先把我的想法，这个差不多是一个初步的结论啊，我想跟大家做分享。一个呢，我现在觉得可能这个大家在国内生活的时间长了以后啊，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全球化， 这个有关的一些论述呢，似乎显得不是那么的happy， 或者说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中国大概现在对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看法，我觉得其实是第一，不希望全球化发生逆转；第二个呢，是我们应该去 修补全球化过去这些年留下来的那些漏洞，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我举两个比较，我认为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去讲的。第一个，大家看欧洲跟中国，这个欧洲跟中国，欧洲面临现在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能源危机，那能源危机里面最重要是欧洲提出了绿色转型， 而且他们可以给定了绿色转型的一个时间表，所以欧洲是从根本上说是需要跟中国合作，来帮助欧洲尽快的实现这个绿色的转型，而这个是克服欧洲最大的一个危机的这个解决的方案。我相信欧洲的很多政治家应该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我们虽然看到在媒体， 在一些这个知识界，大家对中国的出口，特别是电动车的出口有各种指责，那么这个有一定的民意，但是这个民意是来自于社会的工薪阶层，而不见得是真正的这个政治家的他的真实的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来思考这个所谓多极增长和全球化的问题，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其实有更长远的一个看法，觉得这个很可能将来也许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想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见得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看法。那第二个呢，大家就是回到这个 Adam Tooze 讲到的这个 polycrisis 里面大多数的 crisis 现在西方面临的这些国内的问题， 其实有多少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其实是很简单，世界上的增长过于集中，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multipolar growth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非洲、中东、俄罗斯等等很多很多的地方，现在经济增长还不能够有一个相对这个好的一个记录的时候，那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对不对？战争是不可避免，然后这个难民的问题、移民的问题，对吧？这个安全的问题、和平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其实都跟这个世界上今天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没有发展。你知道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他一直倡导的是 OK， 我们要去帮他们去发展。所以我这个上个月在欧洲的时候，我在一个这个场合就说， 中国跟欧洲有没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来开发非洲？
因为非洲曾经是欧洲的这个地方，对吧？包括拉美，欧洲的这个欧洲人的拉美啊，早期的那个拉美，那现在都面临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墨西哥也好，你看到这个非洲也好，很多都是中国的企业去了，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能创造更多的就业，能够发展，能够有更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那我想这个。 现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很多这些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的所谓的这个国内的危机当中，我相信一大部分是会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那这个才是我们看待全球化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视野。那我刚才说，其实我并不知道全球化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因为。 这个大家知道，主流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也在动摇，我前几天看到这个 Project Syndicate 上面，这个 MIT 的这个 Asimoglu 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叫，他说这个 If democracy isn't pro workers, it will die， 啊，他说如果民主不能够对工人有这个帮助的话，这个民主要死掉的。 那他整个文章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你看现在欧洲发生右转，对吧？这个很多国家在选一个右翼的政府，甚至于极右的政府。照道理，他们要解决更加关照工人的、关照工薪阶层的这样的问题的话，他应该选一个左翼的政府。为什么他们现在往右转？对吧？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所以他们把这个问题归结于全球化，所以他就要选一个。 右翼的政府，那偏右的政府呢？他会像特朗普一样，这个他会反对这 backlash 这个全球化，然后他会阻止很多的这个参与全球事务的这样的行动，对吧？特朗普上台以后，现在大概率会从很多的战争里面不再卷入战争，或者说更少的这个介入战争，对吧？那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 这个主流的经济学家也看到的，但是他们现在反思的，我感觉总体上，他们认为这是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全球化没有给这个工薪阶层提供更好的这个机会，那么同样的道理呢，这个 Paul Krugman 在5月10号、5月14号《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文章里面，他也讲到生产外包本来。 大家并不觉得会怎么样，他甚至于认为20年前，他的导师跟萨米尔森就跟导师的导师去争论全球化，会不会让美国失去这个就业岗位的时候，他甚至于站到巴格瓦迪的一边，因为巴格瓦迪在04年出版了这个为全球化辩护的这样一本书，所以他认为说那个时候可能主流的经济学家。 都认为全球化总体上会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尽管它生产大量的外包，但是呢，这个全球化创造的这个净的利益，还是足够大，让这些国家的不同的阶层都能够从中这个状况得到改进。当然，这个需要 transfer， 但是这些国家实际上 transfer 都没有做好。那么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主流经济学家现在反思说，现在的全球化。 没有这个给这些国家的底层带来这样的利益的这个改善。那么回到这个14年前，10年、09年那个前后，包括哈佛大学的这个 Aaron Maskin 和这个 Kramer， 那么他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怎么样能够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全球化怎么样能够让。 底层的这个百姓或者蓝领的工人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出路，那么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主流的经济学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说这个10多年前他们就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甚至于04年、20年前，这个萨米尔森跟巴格瓦迪就争论这样的话题，但其实总体上主流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 还是站到了全球化的一边，但今天呢，他们其实开始动摇。
他们认为全球化呢创造的这个利益呢，在国家之间的分配其实并不均匀。全球化即便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一些利益的增加，但这些利益的增加还不够足以来补偿这些底层的这些蓝领。他举了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13年这个David Auto 他们发表了一个研究。 说97年到2007年，这个中国大概出口到美国的制造品，总共为大概让美国的就业岗位减少了这个 1.5 million， 150万个这个就业岗位丢掉了，这是他们估计出来的。当然，这个我想对美国整体的就业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数字。 但是 Krugman 说，你知道这个数字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这个数字对美国很多 community 来说是致命的，因为美国的北卡的那个 furniture 产业就没有了，对吧？所以它会导致一个小的地区啊，美国有大量的中西部啊，这个中部地区、东南部的这个地区呢，其实长期都是很传统的产业啊，维持着当地的这个就业。那么这些产业被中国冲击了以后呢，那么 实际上，他对当地造成的这个影响是致命的，所以这些他认为总量虽然不大，但是呢，这个因为他对一些局部的这些传统的地区的就业有巨大的冲击，所以这个是帮助了特朗普最后成为了美国的总统，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给主流的经济学家呢，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议题，就是早期。 我想，大家讨论全球化的时候呢，并没有过度的去关心，这个分配上面的这个影响，这恐怕是过去的主张这个中间品贸易的这些经济学家、这些贸易学家，他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这个总体上是支持全球化，但是在这个全球化创造的这个利益分配上面呢，其实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 未来的议题呢会有所这个调整。当然，我说这个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是值得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高度的关注，而且是应该把它作为重要的这个议题的设定来加以考虑。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也这个场合表达这样一个看法。当然，我说中国呢，我们真的要。 我们对全球化、对全球化的这样一个看法，真的能够对全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光靠中国自身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我想还需要更多的国际的合作，特别是跟欧洲。我今天上午没有参加这个 Adam 的讲座，但是我拿到了他的 PPT， 它里面有一张图片，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欧洲，不考虑欧洲在贸易流量当中的。 这些，因为它是那个贸易流量全部的数字都做出来啊，画成线啊，这个就看得很形象。它有一张片子呢，就是不考虑欧洲，然后你就发现呢，中国跟美国是全球贸易流量当中最突出的啊两个极啊。但是它接下来有一张片子呢，就是考虑了欧洲以后呢，你就发现中国跟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当中的这两个极呢，就弱化很多啊。 那么，所以这欧洲很重要。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欧洲这个问题上面呢，始终是有一个战略性的这个考虑。所以呢，中国跟欧洲的这个合作，我觉得对于解决全球化现在面临的这些挑战，以及呢全球的这个所谓polycrisis 这个当中的绝大部分。 都是西方面临的这些挑战，包括气象变化，包括这个难民，包括安全问，包括战争，包括能源危机，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一些这个思路啊。但是怎么样能够把它更好的推动纳入到全球的更重要的这个议题当中，这个还需要我们更多的这个努力啊。当然，中国自身的。 国内的经济的增长呢，经济的发展呢，也是相当的重要。因为我想我们的倡议无论怎么重要，对吧？这个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国内经济的支撑啊，这个实力啊，没有更多的这个能力可以推动啊，
这个中国在很多这个地区上面的这个投资啊，那我想这个也是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中国也要解决好自己的这个国内的经济的增长。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你看现在这个所谓啊，这个地缘政治环境下面，大多数西方国家啊，右翼的政府如果上台，他们所有的政策都是离全球化这个背道而驰。那么，所以他的政策更多的反而是要用了这个产业政策，对吧？要用更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啊投资和支出啊，来矫正之前的这些啊全球化对这些啊弱势群体的这个啊这个造成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很多的这个政府的口号和政策呢，都是用产业政策呢，更多的让所谓一些制造业回流到这些啊这些本来已经这个啊这个外包出去的这些啊这些国家。那么所以他们是用了这个办法来创造就业。当然大家可以想象这些办法创造的就业将来的这个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啊。那么中国呢，在这个同样在这个时期里面，其实中国要创造的这个也同样要面临创造更多的就业来确保这个国内的经济增长。但是呢，我想中国用的办法应该是要更开放的办法，对吧？应该更积极的啊去参与全球的这个啊投资和贸易格局的这个办法。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也用这个办法啊，也用这个办法，那很可能最后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现在对就业创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的框架呢，其实是这个有点像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政策呢，我觉得它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适得其反。所以中国要用更支持全球化、更市场化的办法，鼓励更大的私人部门的扩张来创造就业。那这是我们现在政策上面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反过来。因为我要应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挑战呢，我用了缩小甚至于挤压这个私人部门扩张空间的这样一种办法，这个会适得其反。当然我想刚才这个这个海洲刚才谈到美国在这些年特别是疫情以来在财政政策上这些做法我觉得这一点呢中国是有一些可借鉴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历了疫情大这个冲击之后，中国现在的这个可以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呢又开始这个持续的这个下降。那么这个问题呢现在没有引起我觉得高层的更多的关注。因为货币政策我同意中国的货币政策空间很大，因为它常规的货币政策空间现在依然很大，它还没有把利率降到了那么低，对吧？所以它还有很多操作空间。但财政政策上面呢，现在我觉得急需要增加政府向家庭的转移支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大家知道联合国在这个前不久他们公布了，在2018年其实也许更早一点，他们公布了这个国民账户的这个手册。这个手册里面它就是特别强调了家庭层面的这个消费开支里面这个社会团体非盈利机构政府他们的实物转移支付在这个当中占据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份额。那么中国这个份额呢实际上现在偏低而且即便你把政府的这个公共消费都算进去我们总体上也不到50%，相对于 GDP 来说就家庭的消费开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要清醒地意识到增加政府开支里面对家庭的这个转移支付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要有更多的支出责任由政府来承担。那这个转变对于这个经济的恢复对于保持宏观经济的这个稳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不是讨论宏观的场合，然后但是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海洲也是这个看法，所以我跟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
想法是一样，所以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